人为妇人所生，日子短少，多有患难，出来如花，又被割下，悲去如影，不能存留。这样的人，你要睁眼看他吗？又叫我来受审吗？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？无论谁也不能啊。人的日子既然限定，他的月数在你那里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，使他不能越过，便求你转眼不看他，使他能歇息，只等他向雇工人完毕他的日子。树若被砍下，还可指望发芽，嫩枝生长不息，其根虽然衰老在地里，干也死在土中，及至得了水气，还要发芽，又长枝条，像新栽的树一样。但人死亡而消灭，他气绝，竟在何处呢？海中的水绝尽，江河消散干涸，人也是如此，躺下不再起来，等到天没有了，仍不得复醒，也不得从睡中唤醒。但愿你把我藏在阴间，存于隐秘之处，等你的愤怒过去，愿你为我定了日期，纪念我。人若死了，岂能再活呢？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，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，你呼叫我便回答，你手所做的你必想念。但如今你数点我的脚步，不是窥察我的罪过吗？我的过犯被你封在囊中，又缝严了我的罪孽，山崩变为无有，磐石挪开原处，水流消磨石头所留意的，洗去地上的尘土，你也照样灭绝人的指望。你攻击人常常得胜，使他去世，你改变他的容貌，叫他亡而不回，他儿子得尊荣，他也不知道，降为卑，他也不觉得，但知身上疼痛，心中悲哀。